卫福部中医药师进行有个修正法案，禁止美国甲加拿大等等六个有狂怒症的国家进口相关的产品。输出的国家必须要五年以内无这款病症的这个案例，才会发到进口。若是各界拢无其他意见，上紧在第一个顶半冬在公告上路。陆中陆家这物件是真珍贵的中药材，不少人会提来做滋阴保养、增加免疫力的保健食品。譬如说，老人的退化性关节炎，或者是在坐月子的时候，它的后面的产后的调理，以及在癌症后的一个化疗、放疗后的副作用产生的体虚疲劳。按个美国境内，也有真侪州出现公路症。卫福部甲农委会伫1908年就公告，禁止美国、加拿大等六个有狂怒症的国家输入鹿茸、鹿角、鹿鞭、鹿角胶这物件。之前阁有个修正相关的法案。医师表示，狂怒症是一种慢性消化病，狂怒症甲恐惧症拢是属于传染性海绵状脑病。脑当中普利昂两倍无正常增加，会互中枢神经衰退，最后互脑组织变空。若感染会一直消散落脉到死亡，人类若感染对叫做库贾氏症，认知功能继续下降啊，病人也会有常会合并有癫痫，然后就是一些行动能力啊、自我照顾能力就越来越差。鹿茸的部分大部分就是有农场在经营这一块，鹿角的部分多数是从国外进口，像是中国大陆。医师强调，目前全球还未出现有人类感染恐怖症的病例，民众不需要过度惊吓。卫福部是表示，这摆有个是配合农委会强化数据多做一规定，输出国爱在五年内无狂怒症的案例，相关产品才能进口。那是各界无意见，上紧顶半年公告上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